Hello，我是女魔头，在市区待了1个礼拜了，今天准备出发了，刚把行李装好，然后看我们玉小熊的行李。今天和玉小熊，还有我们胡叔，我们三个准备一起去活佛那里，然后明天往玉树那边走。行，哇，天不好，天不好，刚把雨裤穿上了，哎，裹死我了。开始扶车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就想问一下，这么一个坡，你都下不去？弯太陡了，这弯陡吗？这弯陡吗？我要是往左拐可以，往右拐不行。你看，他说他车，他说他下不去，他肯定会倒车。哎，我真的是服了他了。那你现在咋弄？把推到你站那个角上，转个弯，然后屁股朝里，然后从直直头的放下去，然后又直直下去，就行了。来推车吧，一辆推车吧。来，胡叔稳着啊，胡叔。啊。没事。没事啊。没事。哎，这么一个弯都骑不过去。不怕，胡叔，你确定？我稳住的，我可没在刹车。好，别动，我觉得我得挂一档。你是也要肯定要挂一档啊！我现在不是一档，倒一下。你这总能下去了吧？这也下不去啊！不是，都成这了，你下不去？你是一，他要往那边倒的，他要往那边，我的妈呀！你这太可怜了吧？他不怕不上一档啊？你说你整这么大个车干啥？把离合，这可以了。支撑，好，往后退一下，往后搂。一二三呢？好了，你这总能下去了吧？这个能下去。这个要不能下去，我跟你讲，我要哭死。太难了，你太难了。走。你这要是倒车了，我就笑了，哈哈，小短腿。哎呀，我的妈！这两个脚垫的可以啊，这么一个弯儿它拐不过去，这就有什么拐不过去的？我看见了一只狐狸，正在跑。刚刚就在路边，野生狐狸。倒车熊又倒车了。谢谢。谢谢。刚刚从这里拐弯，然后这里两个车道都有车，然后我就在这个路口停了，因为这边有两个大车从这里过，把我这个车道占着的，我就停了。停了之后，一小熊倒车了。我要不倒车，我就撞你屁股上了。那你多倒几次吧，不要撞我啊！我宁愿倒你撞你，我就不宁愿倒车。拜托，刚刚那个啥，刚刚这车道有车，我没办法。走吧。早上出来的时候在下大雪，然后走了大概30公里，这边没有下雪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四十多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，叫巴格马尼强。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。玛尼墙，它就是玛尼堆里边最大的一个。300多年前有一个活佛在这里放了一块石头，300多年来不断的有信徒过来堆放玛尼石，它现在就成了中国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玛尼堆。然后一圈是差不多4公里，一圈差不多是4公里，带你们看一看。这个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玛尼墙，延续到那边很远的。我们去看一下细节，这有多少块石头形成的呀？看，这是几十亿块吧？几十亿块，每一块石头上都有经文。看，每一块石头上面都有经文，然后这么多年来不停的都有信众
过来堆放石头，然后在他们的信念里边转一圈可以消除自己所有的罪孽。你看每一片每一块石头都有经文的，这得有多少块石头啊？最少是几十一块。几十一块、啊、这些都是。哇、哦、你在这里转过没有？我转过啊。转过多少圈？转过好多圈了。这边海拔好高哦。我这边稍微动一下我都喘得很。这边4300左右。4300多。